凯撒配对测试，兵队带凯撒能提高大量攻击力和增伤效果，并且凯撒的专武可以提高鲨鱼妹和狼叔的失衡能力，使怪物更快进入失衡，触发狼叔的额外异伤能力，相辅相成，加快战斗节奏。凯撒的盾可以提前加好，强化普攻可以让怪物受到的伤害提高，并且动作很快，相比苍角会节省时间，且不需要等能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护盾非常实用，有霸体效果，且可以扛多次伤害，哪怕只剩一层盾皮都还能完美抵挡一次伤害，对于害怕被打断攻击连招的鲨鱼妹而言非常好用。火队带凯撒伤害会提高，但是清小怪依旧难受，因为凯撒虽然有巨怪能力，但是效果一般，拯救不了直线攻击的马卡巴卡，同理也就进不了朱渊队。简带凯撒相比露西而言有所提升，但是不多，除非克命座辅数值，否则意义不大。但如果是两命的凯撒，那无论是在舒适度还是拐力方面都会遥遥领先。凯撒能爆发造成大量失衡值，配合简的连携可以瞬间清兵，同时相比击破角色他还具备稳定的拐力，跟高配简的契合度非常高，平民玩家简队带露西即可。版本活动有送露西，并且下池子露西 up 很容易凑够两命甚至满命，性价比会更高。关注徐秋水秒懂学去灵。